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深深复健专科诊所的物理治疗师周老师。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针对肩关节疼痛的复健运动。那造成肩关节疼痛的问题有蛮多的，那包含有我们常见旋转肌的撕裂的问题，或者是动作的时候有夹脊的症状。那有些人呢，肩关节不稳定，甚至会有脱位的现象。那或是说在做动作的时候，这个肩胛骨这边会发出声响。那这些问题呢，都可以经由这样复健的运动来得到缓解。好，那首先要和大家简介一下肩关节的构造。那肩关节主要是由三个骨头构成的，分别是肩胛骨、肱骨，还有前方的锁骨。那这三个骨头呢，中间会有所谓的韧带或是关节囊，将它们连接在一起。那另外，旋转肌的部分的话呢，就连接在骨头上面，来帮助我们肩关节做出动作。好，例如在抬手动作过程当中呢，这三块骨头彼此之间都会有相对动作，包含肩胛骨在躯干上面做滑动，那另外还有肱骨头在抬手的时候会有旋转。那这三块骨头，不论是肩胛骨滑动或是肱骨旋转呢，它们的稳定度跟活动度对于整个肩关节都非常重要。那有良好的活动度跟稳定度呢，可以让肩关节在正确的动作轨道中产生动作，避免这些四周软组织受到不当的拉扯或是摩擦，这样就会造成疼痛或是一些不适的症状。那接下来这个动作呢，是用来伸展我们的肩胛骨跟胸椎之间的肌群。那常见会紧绷的肌群有菱形肌。那怎么做这个动作呢？那请我们手肘先到90度的位置，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抱着手肘转向对侧。那要包含我们胸椎整个转过来。那因为胸椎的活动度跟我们肩关节也会有很大的关联性。那这时候停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觉得菱形肌这个地方有紧绷跟伸展的感觉。好，停在这边做吸气，好，然后慢慢吐气，重复三次，再转回来。那这个伸展有时候会看到人家是做这样子的，也是可以的。那好，慢慢转过来。但如果今天你肩膀的角度内旋不够的时候，可能会造成这个地方会不舒服。那我们就可以转向刚刚的方式，然后一样做旋转，停留在这个地方做三次的呼吸，然后再放回来。这样是一组动作，重复三次就可以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动作呢，是要用来增加我们肩关节的活动空间，然后来减少我们肩膀这边对于旋转肌的夹挤。那怎么做呢？请我们这只手先做往后背背，然后找一面墙，让手肘靠在墙壁上面做一个固定。好，接下来的动作呢，要做肩胛骨稍微往上跟往后摆回好的位置。那停留5秒钟，让它做一些伸展，然后再慢慢的放回来。好，动作过程中手肘要保持在墙面，不能有滑动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。好，轻轻往上往后。好，停留5秒钟，然后再慢慢的放下来。那整个过程都要保持呼吸。那如果今天你的手没有办法背到背后的话呢，就可以做叉腰的地方，然后做一样动作。好，一样手肘放在墙面。好，轻轻的做肩胛骨往上跟往后背摆回中间的位置，稍微停一下让它伸展，然后再慢慢的放松。那如果连这个角度还不够的话，就把手放在前面肚子的地方，手肘一样轻轻靠在墙面上。好，做一样肩胛骨往上跟往后摆的位置。好，稍微停一下之后可以放松。好，那常见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的动作，例如第一个是手肘在往后的时候又往下挤压肩胛骨的动作，那这样可能会造成这边的张力很大，或是夹挤的状况又出现。好，那第二个的话是耸肩过度。好，过度耸肩这个地方的张力一样也会变得很强。好，那第三个的话是在做动作的时候过度的往内挤。好，所以不要看到这边皱褶非常的多。好，可以放松。那这个动作的话，你可以在每次你要运动前或是做一些活动之前做一些伸展，那就是做8到10次，每次停留5秒钟，这样就可以。
那接下来这个动作呢，我们要来训练我们的肩胛骨的稳定跟控制。那先请找到一面墙，两只手撑在墙面上，然后脚站离墙一大步的距离，让身体稍微斜斜的，可以想象头顶到脚是一直线，所以身体也要保持稳定。那这样子让手压一点点重量下再来做动作。好，那在动作之前，我们要先把我们的肩胛骨呢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，可以让四周的肌肉呢可以灵活的运用。那怎么找呢？就我们前面学的，好，让肩胛骨稍微微微耸肩，然后让前胸打开来。对，好，那稍微往后一点点。好，待会从这个起始位置来做动作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肩胛骨不会有任何不平贴在身体的状况。好，那我们要做两边肩胛骨互相的收靠近，然后跟两片肩胛骨分开来打开的动作。那配合呼吸来做这个动作。好，所以我们试一次。好，先吸气的时候回到中间的位置，吐气的时候两片肩胛骨互相靠近。嗯，好，吸气再回到中间，两片分开。最后再推出去，所以做整个全肩胛骨在身体的地方做滑动的动作。好，那常见错误的代偿有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你过度的压肩胛骨，两边肩胛骨掉下来。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发生肩胛骨没有办法平贴在你的背上滑动，好，或甚至有一些夹脊疼痛的问题产生。好，慢慢回来。好，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好的位置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，脊椎会有动作产生。例如说，在推的时候，会整个胸椎像驼背一样，或是甚至腰椎往后顶，或是在收的时候，整个人挺出去，肚子往前顶。那我们不要有脊椎的动作，我们才能正确的，是单纯用我们的肩胛骨去做一个动作的启动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这个动作还要小心，我们在做动作之前就要注意，我们手肘不要锁死。好，你把手肘锁死。这样子在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整个肩胛骨不太能移动。好，这是几个常见的错误的动作。好，那可以下来。好，那这个动作的话呢，就每天做三组，像刚刚这样子，然后每一组要做十下，配合呼吸，不要有疼痛产生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动作呢，要针对旋转肌群来做一个控制的训练。那首先我们要找到一面墙，那稍微站远离墙面斜斜的，让我们肩胛骨可以贴到墙的位置。现在过去，那接着把手呢平贴墙，待到90度的位置。好，待会我们要先做内转的动作。那首先肩胛骨要保持在好的位置，等一下做动作的时候肩胛骨要保持稳定，都不能动。好，那就轻轻的慢慢的做往内旋转的动作。那可以的话做到距离水平以下60度的位置，全程保持稳定，然后不会有疼痛产生，接着再慢慢的回到刚刚的位置，这样子算一组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哦。所以慢慢的保持呼吸，然后做往下转的动作。那可以的话也可以用另外一只手去碰着你的肩膀，好，保持这个地方也不会往前凸，会有另外不稳定的问题产生，然后再慢慢的回来。这样一组动作呢，做大概10次，那做两回合。好，那如果今天你没有办法做到水平以下60度，中间过程有疼痛产生，或是你角度不足的话，那就先在你可以控制的范围内，不会产生代偿跟疼痛的角度下做训练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外旋肌群的控制训练。一样找一面墙，身体稍微转离墙面，让你要做那只手的肩胛骨可以平贴在墙面上。好，那这一次呢，手不用带到这么高了，大概在你身体的侧边就可以了。那一样保持肩胛骨稳定，好，不会有任何代偿动作出现，做肱骨头往外旋转的动作。好，所以是手肘向外打开。好，慢慢做是重点，再慢慢的回来，全程保持呼吸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。好，慢慢的往外打开，然后不会有任何动作代偿产生。好，慢慢回来。那如果在过程中发现肩胛骨往下压，这是代偿之一。好，回来。另外就是在做动作的时候有任何疼痛，那你就先做到你可以控制不会有疼痛跟代偿出现的最大范围，在这个角度下做训练就可以了。那剂量的话一样重复10次，做2组。
好，那接着这个动作要来训练我们的后三角肌肉。那为什么要训练它呢？因为它也是做外转的肌肉群。那训练它可以来减轻我们肩膀外旋肌群的负担。那首先先找一张桌子，我们先练左手的部分，那就把右手撑在桌上。好，身体微微向前倾，大约30度。那在做动作之前，我们要把肩胛骨先摆在好的位置，所以稍微耸肩，然后做往后，把前胸打开，后背也打开，肩胛骨平贴在我们的背上。好，等一下做动作的时候，这只手呢，先靠在身体的旁边，那稍微做一点点往外转，所以手臂打开来。待会做动作很简单，就是直接把手肘离开你的身体，可以的话就做到90度。好，中间肩胛骨保持稳定不动，然后再慢慢的放回来。好，我们再做一次。好，所以手臂直接向外打开，那全程要注意你的手腕要高于你的手肘。好，再慢慢的回来。那在整个动作的当中，如果今天肩胛骨或是肩膀整个往前掉，或是往下压，这些都不应该出现，或是有疼痛产生，那就停止。好，那动作要做几次？好，整个动作这样上来，慢慢做到回来，这样算一组，那做10次，好，然后做2个回合。好，以上的运动指导呢，都是依据先有活动度，再进行稳定度的训练，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练习。那如果你在练习当中或是练习之后有任何的不适症状的话，都建议经由医师或是物理治疗师的评估，那找出这些症状的原因，再进一步的治疗或是设计更合适的运动。